但与其说剑术，我可以倒是可以让你们说什么，我只用一个滑鼠之类的，那个滑鼠之类的感觉还比较简单一点，手把我是真的不太行。手把早餐台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张图还不错，这张图板子也算蛮多的、啊，但窗户也蛮多的啦。但我觉得我们至少能力是可以玩到的。哎呀，嗯，奇怪，我总感觉没有硬纸啊，为什么？我刚想说，我撞到了，应该是要有印子啊，怎么没有印子？对啊，怎么这么顺？不是应该要停一下吗？是不是真的开了？不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。啊对啊，这边就蛮正常的啊，还是因为我被烧起来的关系啊，我能想到就只有这一点了，因为我被烧起来。哇，他提早下班，他今天居然不要给我压。有人尖叫，超展开吗？我被烧起来，所以没有硬纸哦。所以真的是因为被烧起来。我戳到你喽！换回键盘滑鼠了吗？那肯定啊，不然怎么可能玩得那么顺？恭喜中大奖！哎、欸，哭啊！忘记我是血清了。忘记啦，那我们先，先血清一下。差一点，可惜。张元恩，这边就给他烧吧。但说实话，我已经想要进去虚空拿一下的东西。我一直好像 没什么机会拿。因为基本上我一直都找到人，然后再变人。现在有冲刺哦，别忘了。OK OK， 冲！
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被烧出来的时候我没有硬直、欸，有没有？我直接出刀哎、欸，那个人怎么可能想得到？啊，那个人拒绝很夸张，突袭。对啊，那真的跟开了没两样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是他判断我转形态了。蹲下形态和站立的形态是两种形态。是不是想给他压一下？他不压我哎、欸，那你倒啦！干嘛不压？那我觉得这个异形配这个血清意外的蛮强的、欸，你可以特别往炮台脸上冲啊，完全没在怕的，意外的有点强哎、欸，你只要蹲下的时候冲过去就好。有没有有没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吧，那个时机可能要算好，要算得好一点才有办法，才有办法说在冲的过程中，然后断掉那个能力。那我在想，我如果在哎、欸，我刚刚好，如果我在冲的过程中蹲下，算不算也是一种切换形态？这里好难用幽魂哦，这里太多转角了，幽魂土太大、哦。哦，扭得好哎、欸，扭得真好哎、欸，你有看到他刚扭的吗？但还好，我反应也很快啊！哦，不行哎，切换形态的时候蹲下来没办法解除这个印子。这是光通道内可以冲刺，真的假的？办得到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，那我找一条长的、啊，来一条比较长。刚那条好像是最长的，好，按按看，按按看。喂，哦哦哦哦哦，这是高铁的感觉吗？超快的。那我感觉异形在这个活动获益良多哎、欸，有很多小技巧可以用。
这边直追，然后希望他压我们。哎，居然没中。时间快到了，赶快压我啊！打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抓住挂。再找一条比较长的，这条还蛮长的哦。喂，哎，我真知道人了，真知道人了。不是，他卡 bug 啦！有没有，我变超慢的啊！他卡 bug 啦！这个高铁慎用哦，慎用，他可能会过热。各位小心慎用，就用完之后，请记得赶快离开通道。这边如果他可以再压我一下就更好了。完啦！他走在我前面，这边我打不赢他的。我听到也来不及了，他因为他走在我前面。哎呀，被那个高铁卡了一波啊！慎用，慎用。虽然疫情活动很好玩，但还是请大家慎用，好吗？完啦！完啦！我已经有感受到了，被当菜虐了。可是我有时候推那个魔术猴想要换手，换个方向就会有点问题。哦，别到人了！哦呦 ，My God，Oh my God， 别到人，别到人。啊，完了！哎，三阶了，我赢了。太坐牢了吧，我的天啊。